这是平底锅哎。对啊，你用这个能够拿来做盆栽哦？这样吗？确定？太长了。老师，你帮我尊重的话，你讲。让我带你们来去做可以吃的多肉，放一颗仙人掌。放一颗仙人掌。这个有技巧哦，它要先剥一剥旁边，像鸡粉丝那样。哎，这就是一个可以吃的多肉。果然跟冰淇淋口感不一样，那是木石做的冰淇淋，对不对？今天晚上10点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。